来看到今天的消息，台中市长是第一届来举办了这泼水节啦，民众是耍了真欢喜。啊，不过在耍啊真欢喜的时阵啊，啊，熊熊和人来话题，原来就是讲这行政院长我对伊要来参加这届活动啊，无想要和人泼水着，所以伊其他的这参与的一挂这助理就叫人把这水倒掉。啊，不过安尼已经和真侪民众是啊，感觉真生气。啊，有的人是讲啊，规气，请这公一定规气卖来哦。台中市举办泼水节活动，市长欧志强到场时阵，民众家围观泼甲规园区澹糊糊，大小朋友摕着水枪、乌白纸，大家真欢喜。不过行政院长高端仪到场时阵，整个气氛就变啦，水桶内底水全部倒了了，小朋友真无奈坐伫水桶面顶。泼水活动突然间话停，家长感觉无欢喜。今天活动就不必办，你看大家都走光光了啊！比较着欧志强规园区澹糊糊，高端仪因为穿这个乌裤甲这个白色珠，规园区是大酷酷，民众真不满。自己是不是因为院长烦恼这个衫裤澹去，所以泡水节不准大家来泼水佚佗？高端仪引发的宾馆五号一透早，真侪媒体想要来听院长变哪讲。结果这场讲到现场，高端仪伊开会伤过无闲，由副院长陈冲来出面。所以他要我跟各位表示歉意，他不能亲自来参加。陈冲是要替国议长讲话，但是嘛表示参加活动应该尊重当地习俗为优先的考量。任何一个场合哈，可能他都有他一些习惯或者做法了。那当然，我们都原则上去以前都会尽量尊重，哎，那除非有其他的顾虑，可能说会跟人家协调一下。只是四号的泡水节，因为行程是过无闲，无办法参民众斗阵来快乐一下。五号的宗教团体表扬大会，宗教界等了二十多分钟，才院长临时无要来。新竹副总统参选人的行政院长高端仪，这么无闲的时阵，想要争取选民认同，应该要努力展现了亲民的形象。记者做报道。